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又是新的一周，我们同心来到主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在今天主日崇拜以前，我再一次提醒大家，请将你身边一切可以发声的电子设备关到静默或者关机的位置，好让我们全心全意来敬拜我们的主。好，现在我们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宣召的经文，诗篇86篇6到7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配得颂赞、配得荣耀的三位一体真神。谢谢主，愿你的荣耀满殿，也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就是靠着圣灵在真理里面来敬拜你。谢谢主，因着你全能的生命，因着你圣洁公义和真理成为我们的帮助，得以让我们可以进到至神所，与神同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谢谢主，让我们口唱心和，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无论台下，无论台上，无论在家的还是在这里的，同得你自己的宝贝，能够蒙你的悦纳。荣耀归给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下面是敬拜诗歌，诗篇119篇73到77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当转眼仰望耶稣。Oh,
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八节，当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荣耀归于真神。再次低头，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借着我们口唱心和的诗歌，现在你的圣殿前圣宝座前，愿你悦纳，也让我们献上的不但是诗歌嘴唇所结的果子，乃是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现在你圣座旁，因为你就是我们初熟的果子。感谢主，愿我们一切的敬拜感恩在你面前蒙你的喜悦，祷告感恩奉主的名求，阿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正道的经文来自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九，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只是我你的，乃是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十八章的经文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同去，要凭这两三个人口作见证，句句可定准。若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读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来到你的真理面前，因为你的真理是生命的粮，帮助我们可以践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你自己的生命。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今天这个题目非常的特别，今天这个题目非常的特别，是教会一系列九个标志关于健康教会的其中的后面的部分。今天的两方面我跟大家要分享，这个题目很长，一看不是我的风格，但是不好取哈，因为讲到教会的纪律、教会的警戒、教会的督责、教会的这个惩治这等等方面，跟教会的管理、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权柄都有关系。我今天把四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中仅有的两次提到教会这个词的两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以及马太福音18章17节这两次出现教会这个字，来讲今天这个题目。教会首先要有属灵的权柄，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的经节，在16章17到19节那里讲到教会首先要有属灵的权柄，然后才有他的使命跟责任。18章就差不多讲到使命与责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惩戒劝勉。而属灵的权柄彰显在哪里呢？它彰显在对真理应该是严谨的教会，而对罪恶应该是严肃的。对真理是严谨的，对罪恶是严肃的。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必然彰显他的圣洁跟公义，也要彰显他的慈爱与恨恶。我们今天的教会太多讲爱，真正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教会与信徒，信徒是个人，教会是群体，无时无刻的不受到罪恶的引诱、迷惑、干扰，甚至攻击。我们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都需要依靠我们的主，在他真理与生命中守护这一切，面对这一切，战胜这一切。教会需不需要纪律呢？教会需不需要警戒呢？教会需不需要督责跟惩治呢？当然需要。很多的时候，我们由于各种的原因而忽略了这方面的事情。有些人说教会是被神看顾的，神也不会用人的方法就能看顾好教会。还有一些声音这样讲，惩戒犯罪的没有帮助，只会让人离开教会，离开信仰。真的吗？如果这样，传福音神也不需要人去传吗？神可以自己去传吗？讲台上面每周都讲好听的，取悦于人的， please people 的，那这样人就不会离开吗？如果天天教会都是请客吃饭，人也不会离开嘛。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跟大家解释单独解释纪律、警戒、督责、惩治这几个方面，这是比较具体的方面。我们而是从一个大的这个图画来看教会的权柄与使命这一方面，这一个大的方面，从真理、从生命与实践三方面来分享这个题目分享这个题目。第一方面你看这个图，这是蚂蚁，是一个群体性的互相帮助，互相帮助。真理的守护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三节的经文，那里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了你，就是有一个肢体得罪了你，有一个人在教会得罪了你，你就单独的与他指出错来。他若不听，你就带着另外一个见证人去，若还是不行，就要报告教会，若教会出面，他仍旧不听。这里有个前提，你发现圣经说的是错，指出他的错来，就表示说他实实在在是犯错犯罪所以还是不听，就要拿他当税吏跟外邦人来看待。
这里我们看到教会的职责的真与真理对教会的守护，对待罪恶与犯罪的人，我们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任凭行之的，任凭行之的啊！而且信徒跟教会要有主动的、切实的行动，这些行动让我们看到是有秩序的，是有秩序的。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接着做什么，最后做什么，好，也是有轻重缓急的，有轻重缓急的。从个人的规劝到几个人的见证挽回，再到整个教会群体的努力，最后甚至对那终不悔改、终不听劝、一犯再犯的，不再认为是肢体，不再认为是肢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13那里，对哥林多教会把那犯淫乱罪、不思悔改的人赶出教会。哥林多前书5:13，在提多书3:10那里，保罗对年轻的同工提多说，那些分门结党的人警告过一次两次就要拒绝，就要拒绝，很严厉的，很严厉的。教会的规劝、教会的警告、教会的管教、教会的责罚、教会的惩治，都是从一个反的方向来爱、来坚固、来持守、来挽回。如同耶稣常常责备、训斥门徒和跟随他的人，希伯来书12:5-8，你们又忘了那最初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因为神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所以教会当领受到这样的真理的时候，肩负起这样的使命与责任的时候，这是主所教导与托付的。三个目的，第一个，挽回。我刚才讲了挽回，我们看前面马太福音18的经文，你很清楚，我刚才讲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的，都是带着挽回的目的，挽回罪人的目的，使他不再犯罪犯错的目的，绝不是一犯罪就隔离，一犯罪就清除，一犯罪就绝罚，甚至去毁灭，绝不是的，一步一步的，目的是挽回，这是爱。第二，守护，守护真理，守护圣洁，守护公义，守护属灵的生命与美好，而不是迁就，不是纵容，不是容忍，不是犯罪，也不是姑息与放纵传播罪恶。一个信徒的失足与跌倒会影响整个教会的见证，同样一个教会的见证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信徒的得胜与否。如同我们身上的这个器官，手和脚、鼻子、耳朵、这个眼睛跟嘴、器官，一个器官得到医治，其他的器官也受益、一个器官这个东西没有弄好，就喷些雾起来，眼睛就看不到，你说是不是？我现在就这样啊。所以一个器官受益，整个身体都得益处；一个器官不好，整个身体都要受影响。反过来，一个整个的健康的身体也反映了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与良好的健康状态。这是守护。第三，荣耀，荣耀教会的元首基督。忽视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的使命就由羞辱于基督的美名，没有基督荣耀教会，也不是真的教会。出于爱基督、爱教会、爱彼此，荣耀他。所以三方面，第一方面挽回，第二方面守护，第三方面荣耀，这是真理的守护。第二，生命的坚固，
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赶出那些犯乱伦罪、奸淫罪的信徒的时候，同时也拒绝那些传播 假信息的异教者、异端者。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那里，保罗说这些传播异端的人当受到咒诅，这是很严厉的话。那些传播异端者的人当受到咒诅。在生命的坚固上，我们看到保罗一方面既注重信徒的外在言行，就是信徒的生活，另外一方面也注重信徒里面纯正的信仰。所以一方面我们坚固生命，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上也要得坚固，这关系到我们的里面跟外面。生命的坚固一方面是要挽回犯罪的人，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坚固其他上帝的儿女，其他上帝的儿女。一方面坚固挽回犯罪的人、犯错的人，另外一方面是使其他的人也得坚固。所以彼此都要不住的守望，不停的祷告，不单教会的长职、牧者、领袖、同工为此代求，全体的信徒也当如此。虽有失望，虽有伤痛，有时候有眼泪忧伤，但不致绝望，不会失去希望。我们每个人同心在神的圣宝座前，为自己、为他人来代求，希望认罪、悔改、挽回跟和好，不但是肢体之间的和好，人与人的和好，更是人与上帝的和好。这是一个群体的操练与见证。你看到以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的画面，浪子回头，慈父的守望与等待，到最后重新拥抱回归的浪子，彼此的生命都得坚固欣慰，来实行教会的惩戒等诸方面。今天在教会中有很多错误的观念，都是因为讲台的教导，因为讲道的人、教育的人啊，这个用真理浇灌牧养的人，自己没有得到很好的造就啊，没有得到很好的造就，东拿一点西拿一点。今天的教会很多人认为杀人放火啊，犯奸淫必定要惩戒啊，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但如果有人常常说谎，则不被理会这些小罪。在教会中我们不可以有这样错误的观点，不可以忽视做假见证、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这些罪恶。这些罪恶从来不是小的。今天很多的教会，在教会很多年侍奉的人都有这样的这个罪恶在里面，包括很多在外面很有名的这些讲员、这些大牧师、大牧者，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包括神学院的啊老师等等等等。我不是指某个人，但是今天这是一种现象啊。地位越高，侍奉越久，资历越久，阅历更多的，常常会被忽视掉这些的罪恶，这些的罪恶。所以我们要引起警觉，也要注意。如果我们忽视、轻视、漠视、纵容这些罪，就是与之一同犯罪。一个教会突然发生不好的事情，都是因为平时不注意、注重罪恶，麻痹大意。我问你，有多少个教会一天到晚在杀人放火？很少的。你可能这个教会建了100年、50年都不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但是教会平时那些罪恶积累积少成多，就是做假见证，就是对罪恶的麻木，就是撒谎成习惯。我告诉你，这些东西越积越多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恶性的肿瘤细胞越积越大，到了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无可救药，总爆发。所以整个的教会我们应该平时就在圣洁公义中来对付各种的罪恶，小的、多的、重的、大的、小的，通通都是罪恶。就像你得新冠一样，生命到一个时候就逐渐的褪色枯萎，群体性的生病与彼此的传染，群体性的生病
与彼此的传染。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再提醒，到总爆发的时候，到总跌倒的时候，这个是平时不注意，平时积少成多结出来的恶果。所以当教会面对这些犯罪的行为、犯罪的人的时候，无论他是在教会担任什么侍奉，在教会是什么角色，在教会认识多少人，在教会经历多久多久，这些都不重要。规劝、责备、挽回、劝勉、惩治，绝对不是几个人的事情啊，绝对不是我们执事会的事情，绝对也不是这个主任牧师的事情，也绝对不只是哪些同工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有这个权柄，有这个属灵的权柄、属灵的责任，有这个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一个人的生命出问题，全体生命都要一起来修复、重建、挽回、坚固。阿们。每一个生命不能坐视不管、袖手旁观，这是生命的坚固。最后一点，平衡的应用，这个关系到我们的实际问题。教会的惩戒所用的方法与属世的社会甚至政府啊是不同的。政府往往用国家机器来对付啊，如罚款啊，如关监狱啊，甚至更严厉的刑罚，最终还有些国家还有死刑，用国家机器。但教会必须用属灵的方法。在中世纪的教会经历过很长的一段黑暗阶段，就是用政教合一的手段来治理属灵的家，结果教会教皇的权力大到一个比世俗的政府甚至皇帝还要大的程度，人人都怕教会教皇的责罚与绝罚，甚至被赶出教会，这样使教会在绝对的权力中导致了绝对的腐败堕落下去。中世纪的天主教就是这样。所以教会的权柄跟政府的权柄是大不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讲？罗马书十三章四节论到民事的长官，就是世俗的政府时这样说，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用神的用人伸冤的，刑法那作恶的。而当讲到教会的权柄时，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有人说，你看到没有，这是两幅的图画。所以有人说，在这个世俗的权柄就代表这个剑，剑用剑去刑法那作恶的。而讲到属灵的教会的治理的时候，就是钥匙，就是钥匙。教会不能拿起剑拿起刀砍来砍去，砍这个人砍那个人，必须以谦卑智慧造就跟挽回的态度，用钥匙一样开关有度，哪一些是应该开的，哪一些是应该关的，你要用钥匙而代替剑代替刀来行使教会的权柄，这是平衡的运用。所以教会你绝对不能，弟兄姊妹绝对不能采取说我比你圣洁，因为我是牧师，你没有我圣洁，因为你在这里没有多少侍奉多少事工，你再这样比的话，就是拿刀拿剑去砍人家，砍来砍去。你也不能说他比你罪恶，互相舞剑舞枪互砍。每个信徒都应该清楚认清自己并不比那些犯有过错甚至犯罪甚至跌倒的那一位灵命更强。当人家有过错，人家没有做好，人家甚至犯罪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就比他强多少，你不要这样认为，你跟他是一样的，我跟他也是一样的，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怜悯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跌倒、面对犯罪、有过错的肢体，都应该一样的痛心、一样的流泪。我们要用各样的方法为他代求，
为他守望，来挽回他。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最后，在实践中，我们要有平衡的运用。平衡不是两边都一样，像这样两边都一样，这边三个，这边三个，这边四个，这边四个，不是的，那是数量的一样。平衡是合乎中道，罗马书讲了，万事合乎中道，你就可以 keep balance。 什么意思？既要维护彰显上帝的圣洁公义，另外一方面也要注重教会的合一与平安。合一与平安，若表面上追求这个和谐，一团和气，而里面牺牲了圣洁和公义，这个就不是平衡，这个就会翻船的，绝对不是。而只注重惩戒，只注重圣洁公义，而在运用中没有智慧，没有爱心的时候，那这个教会是冰冷的教会，跟外面用剑来维护世俗的社会是一样的。当我们运用这一切的时候，神赐给我们智慧、忍耐、爱心，跟里面真正的平安，以最后达到教会合一、维护上帝公洁、圣洁、公义的结果。因此，真正的彼此合一是连接在基督身上的，大家彼此扶持，大家一同欢喜，也一同哀伤，大家一起来面对罪恶，也来面对上帝的挽回跟爱。失去一件都是失去平衡的。所以今天如果只注重权力而不承担义务，或者只求公义而失去怜悯，都是错误的。这些例子太多，在今天没有时间讲。各位，让我们一起从自己做起。你在教会不管是什么担任什么什么长长长啊，牧长、理事长，你再多这个位置上，你不要只拿权力不尽义务。今天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你不管你在教会多久，不管你信主多久，也不管你是昨天刚刚决志的，在上帝面前同样是他所怜悯的。从自己做起，用主所赐的一切丰盛来一同面对过犯、罪恶、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讲的那句劝勉的话：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恐怕自己也被引诱。你要小心，你去医治人家有病的人是好的，用温柔的心将他挽救回来，但是你要小心，你自己也要被传染，也有可能跌倒。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完人，只有他自己才是最完全的。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你得胜的膀臂扶持我们。我们不算什么，主啊，我们彼此都是有过犯、有罪愆的，帮助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你作者为王，你是他的房角石，也是他头上的冠冕。让我们从小，真的从小的地方，从平时，从不经意的地方，都能够来制止罪恶，来挽回罪人，从而使你的教会真正的有平安、有合一。祷告感恩，奉主的名求，阿们。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啊，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当尽的义。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这些丰盛的同时，我们也有感恩的心来回馈，把这一些一切的丰盛用在竭力传福音、兴旺啊福音以及坚固教会上。每一次我提醒大家，你可以用网上付费的形式、付奉献的形式啊，这个黄色的这个你点两下进去就可以做网上的奉献。当然人就有人不习惯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扫为二维码，你也可以用这个实体支票等各样的形式来做奉献啊。我们知道在这个经济这个受影响，疫情下面经济受影响，好多的弟兄姊妹失业啊，有的甚至减薪，很多的这种情况，为你们祷告，
求主坚固你们的信心啊，坚固你们的信心，这也是一条信心的路。当然，教会在这方面也是要走信心的路啊。无论怎样，神是天上敞开府库者啊，一起为奉献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当你敞开天上的府库，就按时倾福，在我们手所做的一切上蒙你的喜悦，帮助我们成为你的好管家，因为你是供应者，你是以乐。主啊，我们怀着这信心之路迈出那一步，乃是与你同行，帮助我们，因为你来是赐人生命，且要更丰盛。谢谢主，多少年来你从来没有亏欠过我们，将一切的献上，也求主来悦纳我们竭力的献上，乃是看到主你悦纳的不是税吏所上，乃是那寡妇的两个小钱，尽我们所力来爱主。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下面是牧祷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需要，身体有软弱的啊，有的有家人有面对的，那么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想让我们在公开的场合全体的会众面前来代祷，我们非常的愿意。你想私下的啊，我们也可以啊，各样的形式乃是彼此奉主的名啊，我们一起来守望，来走信心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主。你说我们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祈祷，你必成就。你又说我们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自己的里面来支取能力的医治，知道好些的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这个属灵生命也真的有低谷的，有的真的对明天的生活，明天世界的格局都不知道。主要好些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好些人的心态现在也是这样，好像我们走过流泪谷，但是主啊，都充满秋雨春雨之福。我们谢谢你，无论高山无论低谷，你做我们云上的太阳。我们感谢，我们特别为 Victor 来祷告，知道弟兄真的在这样一个病患当中，你求主真的来怜悯来医治。谢谢主，让这个新药在他的自己的这个用药上面有两个星期有好转，但是仍旧有一段路程。主啊，求你帮助他，也求主给他有信心坚固他，也让 Cheryl 在忙里忙外中有你自己的能力，也配合医生真的在前面的诊疗各方面都有智慧，也借着你自己大人的膀臂来环绕这一家。谢谢主，特别为我们的弟兄代祷，也为吴医师的康复、佩玉的康复来感恩。我们也特别为国语堂好几位这过去的日子当中能够来认罪悔改，承认主耶稣你是他个人的救主，这几位姐妹来感恩，无论是佩玉，无论是 Grace， 也无论是 Jenny。 主啊，谢谢你接纳他们，也谢谢你的怜悯和爱，生命进入到他们当中。求主继续的坚固保守，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他们披戴基督，成为新的样式，成为新造的人。因为过去的旧事都已经过去，这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谢谢主，求主的圣灵与他们同在，就像与孩子们同在一样，让我们同在你生命中，每一天有得胜的信心，更有与主同行的能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现在有一些事情需要报告，它仍旧是这个疫情期间啊，教会的同工牧者很多，有一些人就不定时的来到教会，那我们好办公室的同工很多，花了很多时间就在这些联络上面。如果你需要，你也可以让教会办公室知道，也可以让牧者知道，这是联络的方法跟资讯啊。这个是今天下午的有一个 CMT， 就是服务社区的一个讲座啊，中医师
大家都认识，是他在我们当中来讲这个主题是这个药膳汤水，就是关于饮食健康，饮食健康，你有兴趣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这个 Zoom 的讲座。生命之道的专题讲座是这个这位讲员是8月29号周六的上午是星期六的上午，那也欢迎这个有粤语能够讲粤语的弟兄姊妹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你在教会的网页可以看到这一些seminar 和工作坊讲座。这个是大使命与我何干这是一个门训的培训跟一个启动的会议，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主日30号下午2点开始，那有这个意向分享小组讨论生命鼓励希望大家留意这个 Zoom 你在教会的网页也看得到个人布道的训练是 CCA 华联会不是，这一个是这个耶稣爱商社的一个报名，主要是培训个人福音布道的训练的一些证书课程，各样的细则大家可以留意去看我不在这里不讲这么详细，但你留意就好这一个讲座特别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是王医师介绍的这个主题是讲这个，我相信是讲夫妻关系的夫妻关系的，所以还是觉得你最好所以夫妻关系的一个讲座是讲员姓杜你可以去打电话问详细的情况，应该是这个9月4号周五9月4号周五，你有兴趣请提前预备，也邀约朋友我们一起同诵三一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